关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强大的军工力量铸就强大的国防实力。大家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如何快速横渡江河，夺取战场先机，一直是世界各国军队密切关注的焦点。在人民陆军中，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兵种，他们操舟驾艇，以江河为战场。 他们手握飞渡秘器，是保障部队快速机动的开路先锋。今天我们将跟随记者走进实战演训现场，看水上蛟龙如何征服江河天堑。一辆辆舟车正在野外快速机动，一场渡河工程保障的实战演训正在进行。当汽车、坦克、重型火炮等装备遭遇江河天堑阻拦时，浮渡却成为了现代战场上一种快捷实用的渡水作战方法。 现在我是在一座水库的岸边，很快将会有一组车队要抵达这个位置，他们要连车带物资赶到河的对岸去。如果是从河的上游或者下游绕行的话呢，都将多出数个小时的路程。那此刻在我身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我们的舟桥分队，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在我身后这个宽阔的河面上面架起一座临时的桥。现在我要跟随这艘冲锋舟。 要到河的对岸去，要看看那边的情况，为架桥做准备。今天我们要跟随我们的水上蛟龙一起乘风破浪。舟桥架设必须十分严谨，每一个环节都要稳扎稳打，特别是舟桥架设前对江河地形的缜密侦查，这是决定渡水作战成败的关键。 如果是架设通达两岸的浮桥，首先要对两岸地形进行勘察，选择最佳登陆场。两岸土质过于松软，岸坡过于陡峭，都将阻碍重型装备上下浮桥。最理想的条件就是能够找到一处沙石地面的缓坡水岸，然后进行风速和水流测绘，选择最佳泛水时机和渡河方案。如果风力过大，水流过快，就可能需要迅速调整渡河方案。 对岸的情况符合我们架桥的需要。来看，我们这边战士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车上面这个装的呀，其实不是车厢，它的名字可能你不太能够理解，它叫做河中舟。然后，当我们把这上面所有的牢固装置，包括这钢缆，全部解除以后，当它滑入水中那一刻，你就会明白它的名字为什么叫做河中舟了。 现在风高浪急，特别冷。今天这样的环境大大增加了架桥的难度和危险性，这对舟桥分队的装备性能和全体官兵都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卸舟操作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这里的每一位舟桥兵都曾经为争夺1秒钟的时间挥洒过无数汗水。 哗，一下就入水了，真的是很震撼的一幕。而且它到水里面完成一个变身，那就是由一个 W 型再变成一个 E 字形，一切都很漂亮。带式舟桥作为一款现代化的舟桥装备，是舟桥兵广泛使用的浮渡装备之一。整套装备由河中舟、岸边舟、架桥汽艇以及多辆舟车组成。 能够快速完成装备的机动、泛水和撤收，既可以用于架设横跨两岸的浮桥，也可以架设能够水面机动的槽渡门桥。那么，巨大的河中舟究竟是如何做到入水自动展开的呢？秘密就在于这个车厢上。其实，这个车厢就是一个河中舟，是由4个密封舟体拼接而成，舟体之间靠卡扣连接。 在运输过程中，有钢缆及多个机械装置固定在舟车上，就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折叠起来，既节省空间又方便运输。当确定好架设场地后，舟桥兵通过操作舟车装卸系统，将多个河中舟快速抛进水里。沉重的河中舟在入水的瞬间，受到浮力和自身重力的作用，快速展开，从箱式变成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小船。 而经过这瞬间的变身，河中舟也将变成构筑浮桥的基本单元。班长，我看现在中间这个部分是不太平凸起来的，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舟从车上卸载开之后，是中间比较高，然后把这2个夹板扣环连接起来。耶，河中州是由2个方舟和2个尖舟组成，底部通过铰链连接，顶部使用扣环连接。根据不同任务的需要，河中州底部的连接器是可以打开的，将方舟和尖舟进行重新组合。我现在看这个尖舟，其实好像比中间要高，然后这个底下带一个弧度的感觉。为什么它用是弧度的？就是便于前行的时候，就是器型顶推或者说航带啊牵引的时候。 它是可以阻挡风浪，啊，减少摩擦力啊，阻力。扣环扣好了以后呢，单个的河中舟啊就形成了一个水上的陆地啊，它整体是钢制的，很结实，中间是空心的，所以是有很大的浮力，可以承重几10吨。那马上就要把它和另外一个河中舟组接到一起来。自重近10吨的河中舟虽然是中空结构，可不是空空如也。 如果舟体内部过空不够坚硬，就无法承受水下暗流和礁石的冲击，不能够搭载重型装备顺利渡河。那么，河中舟里到底藏了什么玄机呢？其实，河中舟的内部结构犹如一艘轮船，是由多个舱体组成。这些舱体的大小、厚度，在研制的时候都要经过精确的计算，在重量和承载能力上必须达到完美的匹配。 这样的结构不仅让河中舟有足够大的浮力，承载比自己重几倍的重型装备，还能够让它有足够的强度抵御风浪，即使部分结构被损坏，也不至于快速沉没。班长，我看你们动作很快，今天这么大风浪，你们应该差不多1分多钟就连成了啊？是。哎，你们一共有几个连接点？现在是？总共有2个舟，分为4个连接点，2个上部连接器，左右各1个。上部连接器由方销、横销组成，把2舟连接一户，固定一户，包。 先放销，再打上，这就相当牢固了。这是底部连接器，底下2舟的之间的相级连接，它是跟那个转动轴似的，再一个横销插过来，把2舟合到一块。就是你在上面操作，底下已经连上。对，一转，这连上。俗话说，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 在身经百战的舟桥斌面前，河中舟的拼合过程往往只需要几10秒钟，但这背后却是他们经年累月的艰苦训练。看似简单的对齐、合拢操作，实际上在水流和风力的影响下，不仅对舟桥斌的体能消耗极大，更是对他们技术和默契的多重考验。舟桥分队对协同配合要求较高，在日常训练中，我们注重加大在风浪较大、不良天候条件下的训练。 以提高我们在复杂情况下执行任务的作战能力。在风浪的晃动中，操作手借助并舟距将2座重达近10吨的河中舟迅速撬平，队友则抓住机会将连接器锁扣锁死，完成了整体拼合。此时，河中舟将再次变身，成为具有一定运输能力的桥接门桥。 每2节或者3节河中舟连到一块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桥段，而这个桥段呢是没法直接去靠岸的啊。我们来往这边看，我们来看这个河中舟，它这个面它是垂直的，车辆没法直接上去。这个时候，我们的河中舟桥段需要来找到我们的靠岸第1节，就是我们的岸边舟。这个是岸边舟，此刻正在连接。岸边舟看造型和河边舟不太一样的是，它这边是一个比较平缓的。 上坡的这个道路能够让车辆直接上下通过。岸边舟与多个河中舟组成的门桥完成连接后，就要靠向岸边构筑码头了。但是没有任何动力源的巨大桥体如何靠岸呢？这时候就要请出舟桥斌另一个造型独特的秘密装备了。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气体啊，目前两边的钢绳和我们的这个桥边已经是形成了一个3角形，非常的稳定。这个气体和平常我们看到其他一些舟体还不太一样啊，它不是那个尖头的劈波斩浪的那个造型，而是一个平头的。它是为了和我们的桥体更好的连接，所以是平头的设计。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动力非常的强大。为了能够更广泛的适应不同的架桥水域。 架桥汽艇还采用了特殊的动力结构，那就是舟桥全向螺旋桨和喷水装置。安装在船舱内的螺旋桨能够让汽艇在浅水区域作业时，即使托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依靠自身动力离开。打桩和搭设跳板是构筑码头舟桥兵体能的环节。这些跳板连接着桥和堤岸，所有车辆装备都要从跳板上桥。大家必须要拼尽全力，才能和战友一起抬起重量是自己数倍的跳板。云长，你好，这个并靠真是不容易啊，是个大工程啊。岸边舟是浮桥的靠岸部分，它根据岸边地形的不同，可以调节自身的高低。 在我们浮桥架构过程当中，当浮桥队要合拢的时候，通过岸边舟来调整两个浮桥的距离，来达到我们浮桥顺利合拢。今天的风浪比较大，对我们这一段桥舷门桥靠岸来说，时间稍微有点长，是一个有点挑战性的。刚才过程当中，我看是我们这个有旗手，然后来指挥我们的这个汽艇手来进行操作，是吧？完全靠这样的一种默契吗？我们梅船长通过哨指挥我们汽艇手进行桥舷门桥靠岸，这中间是一个甚至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它没有主要是没有语言。 主要是靠这个动作、旗语来进行指挥。我们汽艇在顶推门前的时候呢，还要考虑到风向、考虑到流速，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所以说，汽艇手在我们浮桥架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业手。我们经常听说一个词叫做“顺水推舟”，但是在架设浮桥的时候，我们的舟桥兵往往采用的是与此相反的操作，那就是逆水行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门桥与汽艇完成组合后，水面作业继续展开，多个门桥在汽艇推动下才能连接成一座横跨江河两岸的浮桥。这需要汽艇驾驶员和连接门桥的战士密切配合，精准推动门桥，误杀范围要控制在半米以内。在风浪较大、水流速度较快时，汽艇手经常要采用逆水行舟的方式，驾驭汽艇顶推门桥，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汽艇的动力和速度。 让门桥缓慢接近已经架设好的浮桥，以防发生碰撞。而且较慢的推进速度更有利于汽艇手和门桥长观察水面情况，随时调整门桥行进方向，精准停靠到指定水域，方便操作手快速平稳地完成拼接任务。这一操作看似没有顺水推舟速度快，但实际上却更精准、更安全。 同时，也能在最后的合拢阶段为舟桥兵提供多次操作的机会。逆水行舟就为一个字：稳。现在水面上面风浪很大，整个代氏舟桥已经架设了超过200米的距离，可以说任务已经完成过半了。而这个时候，上级为了考察我们整个舟桥分队的临时处置能力，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停止架设，改为用槽渡式门桥的方式来保障我们的整个车队顺利到达对岸。 横跨江河两岸的浮桥虽然可以让主战部队的重型装备和后勤补给车辆快速通过抵达对岸，但是架设目标较大，容易受到敌方火力打击。此时就可以改变幅度方案，对组成浮桥的大块桥段进行改装，快速转换为槽渡门桥。经过改装的槽渡门桥就像一条条行驶在水面的小船，不仅目标较小，更便于隐蔽渡河。 此外，在风浪较大的情况下，与架设完整的浮桥相比，槽渡门桥的拼接速度更快一些，同样可以保障大多数主战装备渡河。刚才呢，我们的4位战士从我们的舟体当中取出了这个吊臂，还有身后这个跳板，然后给它组接到一起，安装的动作十分麻利，用时不到1分钟的时间。 这边呢，靠水的一侧，那就是我们这个车辆装备抵达对岸以后的下车点；另外一边是我们的这个上车口啊。这些安装好了以后，我们的槽渡式门桥的渡送马上开始。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需要，槽渡门桥可以分为多种形态。 以3个合中舟组合而成的轻型槽渡门桥，用汽艇顶推的方式在水中行进，可以运送少量装备和部队快速抵达对岸。 大型槽渡门桥配有多艘架桥汽艇，以并行方式牵引顶推前进，可以运送多辆轮式装备同时渡河。同时，使用槽渡门桥渡河受水位变化的影响比较小，门桥靠岸点有较多的选择余地，可以迅速转换渡口位置。我曾经做过不少车辆装备，也上过很多的舰艇、轮船。 而像今天这样坐在我们这个车里面，而我们的车呢，又在我们这个槽渡式门桥上方，而整个槽渡式门桥又是由我们身旁的这个汽艇作为动力的来源，在水上往前行进，这还真的是一种特别的经历。而在未来战场，我们的舟桥战士们也是有能力、有信心，用更多的舟桥装备来保障我们其他的一些人员、装备、车辆可以顺利的抵达对岸，也是时刻准备着让天堑变通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舟桥装备在战场上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各国开始竞相对舟桥装备进行更新换代。我军的舟桥装备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带式舟桥、自行舟桥、重型舟桥，多种型号、多种功能的装备不断投入使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主战坦克底盘的基础上，又成功研制出履带式重型自行舟桥，再次刷新了我军舟桥装备发展的历史。不管是总体设计还是技战术性能，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正是这些先进的渡河装备和舟桥兵日夜苦练的架桥技术，让我们的钢铁巨龙一次次飞驾天堑。 20多分钟，千米浮桥架通长江天堑，这就是我们的战备速度。一代又一代舟桥兵，凭借着千人一座桥、千人一条心的团结协作精神，默默坚守着战斗岗位。无论是一次次实战演训，还是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执行救援任务，构筑起一座座生命通途，是每一名舟桥兵永远不曾忘记的战斗使命。 岸防导弹作为最重要的岸防武器，它的出现彻底结束了我国有海无防的历史，让我国形成了海与岸相结合的坚固防御体系。而为新中国打造这部海防神话的，也是我们的航天四老之一。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这位中国海防铸剑人。他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儿，不断探索。 不断突破，从海鹰到鹰击，倾毕生之心血，铸海防之利剑。反舰导弹作为现代海军对海攻击，能够从空中、陆地、水面甚至水下发射，攻击水面舰艇，配备了先进的制导设备，并具有较长的攻击距离。 此外，较小的体积和灵活多样的突击方式，使反舰导弹能够隐蔽出击，一招毙敌，堪称海防武器中的利剑。从第一代反舰导弹海鹰系列到后来的鹰击系列，梁守盘带领研发团队开辟了我国反舰导弹从无到有的自主研制道路，他被亲切地称为中国海防导弹铸剑人。 鹰击8型导弹是梁守盘主持研制的重量级产品， 1979年首发飞行试验成功，5年9月定型。由于它与英阿马岛海战中一战成名的法国飞鱼导弹属于同类型反舰武器，所以一经亮相便被国外称为“中国飞鱼”。鹰击8型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超低空掠海飞行固体燃料反舰导弹，开启了我国反舰导弹小型化的新时代。 也是我国第2代多用途通用反舰导弹。上世纪70年代，为了让反舰导弹体积更小，整体战斗性能更强，专攻海防导弹研制的7机部3院开始设计试制一款新型反舰导弹，就是后来的鹰击8型。梁守盘作为当时海防导弹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师，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改进方案。 那就是用固体燃料取代之前一直使用的液体燃料，不仅大幅度缩短了发射准备时间，还使导弹更加轻量化，便于装载，并降低了被雷达发现的概率。当时，世界反舰导弹不仅逐步向小型化转变，而且超低空掠海飞行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如何降低导弹的飞行高度，是梁守盘和科研团队面临的一大问题。 梁守盘深知，要想改变导弹的飞行性能，首先就要在气动外形设计上下功夫。3院的军工人经过反复的计算和测试，形成了最终的设计方案。鹰击8型导弹前弹翼使用了较大的固定翼，以提升升力；后面则微小梯形翼，可以偏转，用于姿态控制。此外，在助推器上固定着 X 型弹翼，增加其稳定性。1980年，鹰击8型自控弹试射，8发7中，证明它的总体设计方案是正确的，同时证明自主控制系统和制导系统是非常可靠的。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 一辆辆拖载着我国最新型反舰导弹的运载车驶过天安门广场，这是鹰击8型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鹰击8型导弹的出现，标志着新中国反舰导弹完成了从1代向2代的跨越，也为21世纪初期被誉为反舰导弹中流砥柱的鹰击83型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正是两手盘不断的坚持、探索和突破，为我国自主研制世界1流的反舰导弹铺平了道路。作为中国航天四老之一，两手盘在谈及对中国导弹武器的希望时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要有民族自信心，外国人能做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做。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蛋，我们一定要超过。” 又到互动时间了，国防科工我来帮你问。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您的精彩提问将会得到专家大咖的精准解答，还有机会获得国防科工送出的独家纪念品。近日，阿塞拜疆无人机击毁亚美尼亚特-72坦克的画面，让不少人震惊于无人机的打击能力。有网友问：未来的无人机战争将如何改变现有的空战模式？有何应对手段？有请专家为我们解答。 无人机时代的到来呢，空战包括对地攻击战术发生了重大变化。好多人说呢，无人机能够颠覆战争规则，改变战争形态。的确，从周边局部战争各种战力去分析，无人机的发挥，包括各种打击行动，它的基本效果的确非常出众。像目前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冲突过程中，是以色列的哈比2无人机，包括土耳其研制的 TB2 无人机。所以以后呢，在无人机 攻防作战方面，能够把战术范围内到战役范围内的很多侦察、攻击、监视这些要素集成到一体，各种无人机的装备水平将会达到一个很高的状态。把自己的无人机和有人机进行组合，找到对方无人机与有人机之间的这种数据链，通过切断数据链，让对方有人和无人的空战体系陷入混乱状态。 美媒近日报道，俄罗斯潜艇找到了一种从冰层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新方法，令人震惊。有网友提问：核潜艇破冰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难度为何很大？优势又有哪些？有请特约评论员曹卫东来解答。在水下发射战略导弹的时候，它从发射舱出来接触的首先是海水，而水火不兼容，此时它不能点火，所以要靠强大的 气体把它推出海面，才能够进行点火和飞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难度。因为水的阻力是要比空气的阻力大800倍。那么在冰盖下面，冰的阻力比水的阻力还要大，所以将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几10吨重的武器从水下发射，然后再突破冰盖，这个冰盖层可能有几米之后， 几乎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俄罗斯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就是从艇首的水平发射管里面发射重型的鱼雷，就像打击水面舰艇的水下部分一样，在自己的航迹前面将冰面上的冰壳给炸开、炸裂。然后呢，当自己的潜艇航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再像以往那样从水下发射战略导弹。 这样，战略导弹就可以冲破海水，然后进入空气，在空气中点火，打击陆地上的目标。俄罗斯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就保证了俄罗斯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可以突然的从水下某一个部位，或者是从冰下某一个部位突然的出现，突然的发射战略导弹，然后很好的在隐蔽自己，快速的逃逸。 感谢专家的精彩解答，下面一起去看看本期的奖品是什么吧。今天的奖品是052D 导弹驱逐舰模型，希望您能喜欢。更多国防军事资讯，更多移动视频，您可以扫描2维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国防科工的央视频号。或搜索央视军事微博、微信关注我们。好了，国防科工，我们下期再见。